你要月月相报儿子，你就放一个那两个撞在一起就好了。真的啊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。你们不要哦，没有，没有两条路好不好？两条路好不好？两条路好不好？哎，得分得分，哎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，两分，四分啊，是四分是吧？老爹，潘老爹。嗯、要撞是吧？对，赶快救你了，你赶快救那个五分啊，三分的，哎，对嘛，哎呦，有机会，两个都有机会，哎，小练小练四分，赶快一人一个，是，一人一个，好，等等等等，哦，我尽力拯救，最好说一个法师的，你搞那干嘛？你搞这个，等下被人家撞走，好吧，也是，你有分数不拿。有先拿个两分压，你放那我怎么放？你知道怎么放呢？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吧？没什么用，这样有稳吗？这样有没有稳？这个有稳吗？一点打两点没了，这有稳吗？接下来，我想，我想看，有没有上？因为突然就一点打两点，没有没有，我想到，因为你在先把那边，你们要左手了，你再补一发就很浪费，等于两张牌解一张。是你挡住一个干嘛？没有挡到一个直的就进来了，你是傻了你？这个连这个都进来啊？怎么可能？你看试试看就知道。放，哪有？爆，这样吗？没进不来啊？为什么进不来？为什么进不来？这样进不来？可以。为什么可以？我不是算好了，这样应该是可以进来的。可以，一定有两个入口啊。可以，你就可以。哎呀，就四分中是不是？一人两个，一人两个，太好了。是不是四分中那么强？四分中，有合作好。哦，你们好强哦。就说我算是这四分中，你只要两个弯不接就可以了。对，你只要不要用左手，让大家误以为我们是偷鸡步就可以了。是啊，对。哦，四分中。你有四分了是不是？你有四分了，你也有四分了。我有。奇怪呢，你看看，怪啊，一像一分都没。好了，老爹来，我来帮你。不可以。蓝色的是不是？老爹，我也要帮你。你要帮什么？你我帮老爹。赶快！当然是我帮他。赶快来这边。当然是我帮他啊。你帮什么？你我先动。你帮什么？我先幫。你最主要是绕这边而已。我可以绕回去啊。说绕就绕，一定绕回去。说绕就绕，你可以，你是紫色吗？算了，这边都是你的分数，这边都你的分，你还屁啦那边，这边都就算了，屁啦，那谁了？已经放弃，你放了？我放，我刚刚不是得分啊？对啊，我不是得分吗？喂。哎、欸，这样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放那个？哦，有机会，他想要绕回来这边。老爹放对啊，放对我们就赢了。啊、哦，你放直的好不好？拜托，你干嘛不放直的？放直的干嘛啦？放直的就进去啦。哎、欸，对哦，好，嘟。啊，不行，这样小练会来乱。啊，这边可以弯过去啊！对啊，不行，干，不行不行，要绕回来，我要绕过去，给小林一起转。小林加油啊！等等，是放错了，放错了。你绕那边也是小林的啊？没关系啊，我跟小林一起啊。对呀，为什么要那么狠？小林，等你可以绿啊，黑色就炸掉你，黑色往那边走了。决定要炸掉你，就我这救不回来，我是张牌救不带回来，没关系，一个三分先。哎，这样也可以啊。没有那个绿色会误撞，绿色和黄色都误撞嘛，你就换过来嘛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这没有办法，这个是三。好吧，那就这样。你就这样子哦，就为了。说一下我是什么忘记。我想想看，你就为了要这样子，然后爆掉自己的牌吗？觉得这样爆好像对老爹有点亏。你查了，这游戏好玩而已啊。想看怎么拯救对老爹这个。张牌。为三分打掉这三分，好，要不然就先不要放，我他们没有牌可以挤的，应该不行，他们一定有牌，除了那张牌以外，通通都挤得掉。老爹，你人怎么这么好？小练，人怎么这么好？不要客气哦，你人怎么这么好啊？哎呀！
你人真好。啊，怎么？啊，那这边也无解了，那好像一定标这边了。那下一张就有解，下一张就有三分钟。什么东西？有三分钟了，刚刚从这边绕过来，从这边来，这整个曲折离奇。啊，没有。三分没了，前进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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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分不行，靠那两个绝对不行，我觉得那样中了。是这五的吗？对，太强了，终于有一颗宝石了。不行不行，三分动吧。看，另外那两炮好远。换你啊，换我，来换你。来，那看一下，看他怎么帮老爹。我得到分了，我要感激老爹，所以把转过来。转哪？转那边啊。我要帮老爹啊！我赚不到这个分，我要帮老爹啊！是不是这样子？是，好像很有道理。超棒！然后那个给你们，来包子，我们来拿拿一分，一分你啊！我天！哎呦，拜托，这边三颗哎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哦，三颗护照，这样好像不行，我弄自己，你要被你接回去。啊，这样也会被接回去？你怎样都会被接回去，怎样都会被接回去啊！你怎么解都有接回去啦！好了，封定你手了。去哪边？这样也会被接回去。对啊。你跟你讲，怎样都会被接回去。好好这游戏已经……小练，换他好不好？靠你啊！抽牌了啦！小练靠你 carry 啊！靠 carry 干嘛？换包子，包子一张就挡掉，接回去好不好？你不是要送我们分数？这是送分啊！对啊，这是送分啊！你这为什么要自暴自弃？有，我已经拿了。可以，你可以拿这边的分啊，你为什么要帮那边拿一分？都是你们害的。这边两分可以帮啊。都你们害的。过分。闷了，你看。包子在破坏游戏乐趣。没有梗就算了，还破坏游戏乐趣。你不要来乱，谁叫你刚刚那个神神破？你刚刚这是神神破。你解这个大家都想要把它赶回去，那你那么爽。两个，我帮老弟。我把绿色操作我们这边前进。我劝你还是帮包子好了。帮包子。对、啊。我在帮、啊，我在帮。你们帮我来，你们赚。没关系，分数够了。为了给你们赚。哎呦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来包子，我们这边也来拿一个分数。哦，哎，听到广告的声音了。是。哦，对，好。哎，转哟，好像长度你按三角形就来，这个转弯。你想清楚，没有路哦。没有路，先转过来再讲压压惊啊。不知道往哪边转吧，先说一声嘛。没有路哦，没有路就没有路嘛，先前没有路嘛，反正也不是我的嘛。帮包子就对，帮、欸、包子跟帮包子跟老爹嘛，有路了，有路了，有没有路？哇塞，三家在打，我看你怎麼，哇塞，三家好奇怪，三家打一家，我没有打你啊，我在帮他们，他们都没粉了，三家打一家，这好没梗，我很有梗啊，欸、不管怎样都会转哦，好废。没分手了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一看你拿很爽啊，不然嘞？对啊，一分，想办法拿这一分走。想办法拿这一分走了，这拿不到啊。可以啦，这绕出去就一样啊。你要往这边弯回去啊，拿直线打去那边啊。你是不是在摸一个弯口，然后就往这边转了嘛？那么简单，这样不就绕这边啊？还有机会吗？没有，刚刚在那边啊。那你刚刚往这边嘛，这边还有一个堵一个洞，走过去嘛。放这里的，好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你要帮他也可以啊。谢谢。没有，因为放这边我还有机会绕回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我决定我不放这边。我们这三家打一局。我随便放一个，我不放，随便放。你确定绕回来？我随便放，我不知道放什么，我不帮你们，不想帮你们。哎呦，我们的分数近在眼前了。哎。这样子是圆圆相抱，轮四雕。这样子是这么高分、啊，我就已经我在帮别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玩完了。我 carry 他，结果他就跑去帮人家。没有这种你知道盟友真的是没有啊，已经帮了恶劣。你有赚到，不是没有亏啊、嗯。哎呦，成功了。
好了，我来帮老爹打阵。我想想看，这个把他插回去。哎，做得好！一分钟，哎，怎么这个又走过来了？这好难玩啊，这游戏。你逼我的，大家都不要有分数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你逼我的，你一定要这样。那边啊，那边不会怎样。你把这一颗分数转过去，你那边不要晒啊。好烂哦！完了，这是你逼我的，大家都不要有分数。你这游戏好烂哦！你一定要这样吗？你怎么放都一样啊！你以为你真棒？好了，不小心，我随便放个直线，我们就得分了。好，随便，来。太烂了啦！好，哎，你们要一分先转，我跟包子啦。哇，你神助攻，谢谢神助攻，谢谢神助攻。哎，又得分了，哇，又得分了，两分。好，我跟包子。神救援板块来了啊，两分。好，我的在这。我跟你讲，来，神救援板块。哦，好了，马上路障他们啊！哇！一人两分，一人两分。放着。结果到你这个叛徒，你这个叛徒，妈的，帮你那么多，你个叛徒！你看看你，叛徒，不跟你同队了，垃圾死了！看看。你倒戈的那么严重，你？我跟老爹同分啊！你看看，我又最低分，操你！哇，因为包子他不分数高就 carry 他，结果我还是最低分，我才五分。哦，好难玩的游戏哦！选错了，真的是不跟你同队啊！这真的是不可以同队的朋友。哎呦，这游戏不错。这游戏不错。拍照。我帮的很好啊。屁！我信你。你看我神救援吗？一次给他们得两分，你变最后一个。我最好能信你，这不可信的家。你最少赚四分，你要怎样？我要跟你。又不是没赚分，而你赚最多一次十分。我跟老爹合作一次也才三分而已，那个宝石就四分了。宝